家哭给猫听。他猫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我你可怜我啊，可怜我说明天叫他哭，叫他半死啊，我打开关系啊，我没来啊，你说话错呀、啊，说话在家你朋友，就这样啊，我给啊，我叫你来，那啊正伟啊，你快点阿坤来呀、啊，阿坤来干啥呢？啊，对阿坤的叫你来，啊快点，我手环拿起来，最重要是一个手环，你看，拿起来。拿起手，我拿起来的时候，你看，这么一个明星，像一个明星，你看，这么一个明星，像一个明星，这是在给你在耳朵旁边，啊，一定要在耳朵旁边，然后你的那个你每分钟看上去的时候，你看清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要是你在那个这样，你看不到什么，啊，你拿这样你看不到什么。你拿这样你看不到什么，所以你看上镜头你要看到帅，看得清，一定要看到什么。你打球的时候你要看到什么，啊，看到什么。那你的手法就是对，你的手法是这样，啊，一来看，啊，因为来看你睡，啊，就是把路子我盖路就把那个路往下睡，不来看，不来看是假的，你快点，你坐上去。给人家多钱？你准备？俺这个给人家多钱了？我带我的太太去生孩子，在医院里面那个接灵婆，那骨子痛要生了。哎呦妈！哎呦妈！哎呦妈！啊，这个是给人家多钱。了，阿坤呢？阿坤呢是脚雷，一脚脚雷。啊，了有些人是插龟脚，啊，插龟脚，那这个也是脚的，一个脚的。如为小弟，我弯了我，这地都跨不出去，来给你。你要看到球拍，你所以我打球呢，一定要胸部朝前，不要背部朝前。你背部朝前，你打不出那种球。啊，我们要胸部朝前，你看，胸部朝前。啊，你每分钟打球，你不要看到球拍。这只手拿起来，这只手拿起来做什么？遮掩眼睛，不要给他看到我们的手法。第二，捣乱他。第三，平衡我们的身体。最重要就是，啊，遮我们的手法，不要给他看到。第二，我们捣乱他，这样，啊，这才移动啊，挪左移，捣乱他，要给他平衡身体，平衡我们的身体。其实不用说平衡了。下去动脚都没上去，你砍掉你给有助手的，我一也叫一个助手了，一只手过来，很厉害啊！那他来的时候，他手法也错了，改到现在的手法，啊，每个都是一样。最难讲改的就是一特到现在还是不对，不是一特是这样的，啊，一特是这样，哎，大家手讲。所以我的手法一定要最前面的，你看，你拿起来，你看，这是拇指啊，你要在这边，你要用这个压下扁的地方，就证明说你的球拍那个方向对和不对，你看，那要是你压下对，你压下去，那，你不用看，你刚才没有看了，你会压下去，你看，那我球拍准，是吧？很准的啊，对。球拍一定要这样很准的，不能够转左边，不要转右边，转右边也是转回来，啊，你看，所以你打 rock 那个时候呢，你只是往边球的 rock 面，往边球的网球这样拿起来，你兜一个圆圈移动拿起来，打 rock 那个动作也是一样，啊，动。我小铁皮我跟你讲，移动后边边球就不行了，就是这样，啊。对，弱面也是啊，好，你这样的弱面，你可以做人家的，很厉害了。你看，以前有个韩东啊，陈汉忠啊，你听过吗？陈汉忠，啊，他知道了，他在这边打网边球了，你不能接，
他出手很快，一球啊，眼戳进了框，框就打到你。到现在人家打不出，我叫他，我可以打出来一个字，我做给别人打不出，你看，一球就踢了框就打了。啊，人家两路啊，框没丢吗？两路啊，框可没丢啊。框不框在球里打，来球鬼。你阿娘叔啊，王天干真厉害喎、哦！叶世京啊，何兴啊，你啲搞耍啲牌啊，我就买一支咯。你阿很多台要买咯，你阿何兴啊，改版架桥，改版架桥，就是改版架桥就是扩桥架咯。啊，啲货就我不见啲货关你有嘛？啊，货关你有嘛？不能自己啊，你受伤，你来到这边都是帮你转身，转身啊，你将都买怪是吧？听到？挂球打了，啊，一个手腕打的球全不一样，最重要是一个容量，接进球才多，接进球才赢 ，OK， 啊，左巴对没控制，啊看，你刚闭上眼睛我不用看，有、嗯。我看不着，我来给杨一杰解释。啊，今天我看到，今天我看到。啊，这你这毕业，你啊，这经常我记录六天的，记录六天，好 ，OK。